道中去的，因为现在河道的水面已经基本上跟这个出水口持平，有些甚至已经超过了出水口，这个水泵抽水的这个力度也是非常的有限，因为降雨一直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路面上的一些井盖呢，也都是已经掀起来了，没有停止，只能是保持一个进水和出水的平衡，就是目的是为了不让这个路面的水啊进入到这个居民的家中。据我们了解呢，从今天凌晨的4点到4这种，需要抽水的救援就多了。